張超雄議員，為什麼不著嘅咧？呢、這個掣啊 ？OK， 嗱，我想問一問，即係其實今次嗰個環評或者個顧問報告啦，係發現喺呢個有關嘅項目嘅土地上面有大概有幾多容量嘅新，即係砒霜個容量係幾多？有冇啲咁嘅數字啊？係，多謝主席。其實個環評報告裏面咧都有一啲數字嘅，咁就喺表層嗰度咧，即係實際嘅數字我就都記唔起，但係喺表層嗰、那個數字咧比較低。其實嗰啲熱點咧最主要就係喺地底好深嘅，其中我記得有一個喺到地底25米以下嘅嗰啲熱點咧就嗰度比較高，但係。無論不如你直接答我個數字，我只係問個數字啫。要有幾多立方米到啊？嗱，而家我哋初步估計咧，就我哋響古洞北全部咧大概有100萬立方米嘅土地，我哋需要去處理除污嘅。OK， 好，下一位。